豪杰违法又侵权，豪杰违法又侵权，直达美好在哪里？直达美好在哪里？我们豪杰公司的司机员哦，北段的司机员原本哦是在新北产业园区进行报到，那哦在五月的班表一公布之后，许多的司机员立刻被变更报到地点，变更到哪里？变更到桃园市的芦竹区的坑口站，哦，这一上一下哦，相差30公里，那中间还会经过危险的林口山区，那这样子的变更报到地点哦，绝对会增加员工的风险。许多会员都在反映，这样的报到地点的变动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早班是在早上5点就要进行报到的动作，那请问你要几点起床去做这个报到的动作呢？我们在公司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我们额外的一些协助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交通车，那有同仁只有机车，那被迫他就只能从新北然后骑机车跨过林口的山区到达芦竹区这种报道，那个山区其实没有什么人，但是男生在那个时间骑那一段山路其实都会觉得不太舒服了，何况是女性的同仁。我不知道公司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状况，我们这边真的是很不能够认同，在这样危险的工作环境下，然后就只是因为市长说一句要加开直达车，我们还有直达车要难以的承诺，就任意变更我们劳工的报到地点，侵害我们基本的权益。当时我们也跟公司做一个反应，那公司在当时也做了要暂停这样的政策。但想不到五月份班表一公布，50多位司机员又有30几位又要去变动报到地点的动作，我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要反反复复，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另外一件事就是桃园捷运最新的监视器画面完全正对着司机员，公司说什么？公司说要考量乘客安全，要考量司机员事故厘清，哦，要厘清责任，所以才加装这样的监视器。但是这样的监视器，哦，完全没有照到轨道，哦，还正对的司机员，分明就是针对我们员工。那其实哦，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就是我们的司机员哦，平常哦在驾驶的途中，其实哦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来上厕所。导致说哦，司机员被迫哦要使用尿袋来上厕所，这样的监视器角度没，其实就是在侵害我们桃捷员工的人权哦。其他的轨道同业啊，通常都会在终点站设置厕所给司机员专属使用，让司机员可以做一个短暂的释放和休息。但是桃园捷运在本身的建筑上。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但是公司的答案是我们土建没办法变更，所以有半数以上的终点站是没有厕所的。那司机员还是反映说有生理需求这件事情，那发给，然后公司解决的方案，他们研议了很久之后，竟然是发给司机员尿袋。那桃园捷运从去年到现在已经通车了1年，那完全没有对于这件事情，做相关的改善和进度。那公司一方面都说编列预算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编列预算有问题，但是公司可以却在3月的时候请长官联合会刊，那4月就火速安装新式的驾驶室 CCTV 来监视同仁。那工会真的很想知道，就是公司所谓的没有预算是指针对人权基本人身需求没有预算编列，还是对于就是人身需求这件事情根本公司不愿意编列预算，也不见得想要改善。那请问一下，我想工会想要问公司的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一下司机员上厕所的画面如何厘清交通事故，如何帮公司厘清交通事故。哦，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觉得很不合理，就是我们尿袋的使用次数是需要记名领用的，像这样子，就是你使用多少尿袋，你必须要记名领用。
那我们又有三成的司机是女性司机，那请问一下，今天在任何一个有心人的他搭配这个东西的状况之下，他去调阅这一个月任何一个女性司机员上厕所的画面，公司有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那之前不知道各位媒体有没有看到，已经有司机员受不了了，那就对媒体爆料说，他曾经在别的同事手机上，而且还不是长官，只是一般的基层员工，他在他手机上看到直播画面。那请问一下，公司说调查事故才可以调阅画面，跟那个同事已经确定他可以在随便的时间、随便的地点，他只要点开他的手机 APP 就可以看到司机员的驾驶室画面，是不是有相违背？这是一位桃园捷运的司机员，他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驾驶捷运，确保桃捷所有旅客都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但是在今天任务的时候，他突然想要上厕所了。但是呢，桃园捷运公司并没有帮他准备足够的休息时间来上厕所，那驾驶室也没有厕所的情况下，他想起了每天报到其实都会领尿袋。那他哦，这时候他就准备要使用尿袋的时候，他突然又想到哦，最近公司不就是更改了监视器的位置吗？哦，那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会清楚的拍摄到司机员的一举一动。那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尴尬啦，因为他想要赶快上完厕所，也想要保护他的隐私。在台铁的火车驾驶室里面，虽然有监视器，但是我们的监视区一律都是对外照着轨道，这个镜头绝对不会对准着司机。哦，也就是说，它的画面其实跟大家一般装的行车记录器是类似的。哦，那我们就要问了。哦，刚刚工会干部秘书也提到说，哦，所有的控制装置上面都可以记录桃捷司机员是怎么操作的，真的有必要装这个监视器吗？桃捷的司机员因为他们的休息时间不足，终点站又没有厕所，于是呢，公司就寄出了尿袋这项政策。我告诉大家，在台铁，尿袋是20年前的古董了。请问一个新成立的桃捷公司，连20年前的台铁都比不上吗？只要桃捷公司哦，它应该要提供充足的人力，终点站应该要有厕所哦，也不应该用监视器哦这样的去侵犯我们的员工，打压我们的员工哦。20年前的台铁做得到，今天的桃捷没有理由做不到。因为这个案子是第一次啊，因为劳方工会也没有申请调解，哦，也没有协调，哦，这个也没有还不了解，哦，那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马上我们就是找劳资双方，我们就马上开协调。好，那我问现在哈，冯科长哈，桃园市政府的态度是什么？你告诉我们，这样做设监视，这样的监视器是不是违反劳动契约的变更？好，哦，这一定要跟工会协商，一定要跟工会协商，对不对？对啊。好，那这样的监视器是不是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你现在我看我要一定要我跟你讲，谈论事情，谈论事情一定不能够说有偏颇，一定要看劳资双方，资方的看法，资方的说法，我们也要听。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你桃园市政府告诉我，资方的说法是什么？当然了，假使说这个，你说照那个什么人家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部分，这当然是违反。个人隐私，但是假使好，黄科长说这样的监视器都是违法的哦。这个人隐私法，你看一下《个人隐私保护法》就知道了，这个不必问我。好，你说这样的角度是违法的话，法律上不好，是不是？黄科长刚刚是不是有？是不是违法？这个一定要听劳资双方的意见，好不好？那桃园市政府的立场是什么？讲到这边了，好不好？桃园市政府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就到这边了，好。